卖房哎，我干你呐！来，一水水嘛，哎，不，你讲哦，你讲啊，真的是看我们的现场，我好朋友跟着你的电视进入大荧幕，看他们熟悉嘛。好，来，那这点来，大家都会怎样哦？一步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真的是伤脑筋啊！太棒了，王总你要垮了，厉害了。啊，这么有良心的哦，啊，过年你卖过年哦，啊，人过年还穿个红叽叽啦，啊，你要穿个花巴厘呢，无变啦，啊，当然啦，头一摆做电影明星，你听有无？哦，啊，我这摆是做女主角。哎，但是我这摆都讲哦，良心的无够，梁婆婆来了。好的，你们是讲个老查某会使袂到？哎，梁婆婆个红哦，呸 ，OK， 我来问两句，梁婆，你要做采访，我讲给你听哈，梁婆婆她的口头语是什么啊？这能啥？你听到了吗？是不是红过你的伤脑筋？好了，你看哈，啊，我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脆脆，这嘛是到家的脆脆。但是哦，我这真好嘛。好，听讲，咱讲福建的，咱讲福建，是福建顶嘴。好，这怪咱的安弟安哥，这嘴伊打着爱看。因为大家也是看欢喜条，有看无？欢喜条，大家拜个看无？我跟你讲，这位大哥。